巴的名取得的基因哦，是独立事件。求下列哦各事件的几率。哎，它上面那边哦还有一段话，它是说父母亲的基因呢都是一大一小 A， 他们打算生三个小朋友哦。啊，我们这样讲好了。哎，我们先画树状图好不好？从父亲那边取得的基因，可能是大 A， 可能是小 A。哎，从父亲那边取得大 A 的基因几率是多少？这应该不会很难吧？看一下题目，取得大 A 或小 A 的几率是均等的啊，所以这个几率都是多少？都是二分之一啊，对吧？哦，你有一半的几率从爸爸那边取到大 A 嘛的基因，或者是小 A 的基因，哎，这没有问题哦。然后接下来从妈妈那边呢，哎，你也会取得，可能是大 A， 或者是小 A， 来，可能是大 A， 或者是小 A， 这是父，这是母 A。哎，从妈妈身上取到大 A 这个基因的几率是多少？我看一下，也是二分之一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题意应该是很清楚，对吧？哦，他说小朋友的基因嘛，是从爸爸那边取一个，妈妈那边取一个，那取得大 A 或小 A 的机会是均等的。OK， 然后这个也是二分之一喽。然后这个也是二分之一，当然你知道这个是条件几率啦，或者说单纯的一个树状图的表示，小朋友取得基因的一种情况，对吧？那你从爸爸那边跟从妈妈那边取得是独立事件嘛，所以你爸爸取得大，你从爸爸那边取得大 A， 会不会影响到你从妈妈那边取得大 A 或小 A？ 那是没有影响的，这是独立事件，对吧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哦，来看这边，哎，我这边讲很慢哦，如果是。请问你哦，这里有四块拼图，有几块拼图会让小朋友拼出来是双眼？他不是说如果是两个大 A 或者一大一小 A 吗？小朋友生出来是什么东西？双眼皮啊，所以双眼皮的情况有几种？有三种啊，来，这是双眼皮。那这种情况呢，是单眼皮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我想我们这边就很清楚了，生一个小朋友，他是双眼皮的几率是多少？哎，你讲话，四分之一嘛，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，这个几率是多少？四分之三。我们把这种情况定义叫做成功，这样好不好？生出来的小朋友是双眼皮，哎，这种情况叫成功。那，啊，你生出来小朋友只有两种情况啊，不是双眼皮就是什么，就是单眼皮嘛。好，单眼皮的几率是四分之一。OK， 这种情况，我们把它称为叫失败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哎，那现在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同学。所以生一个小孩啊，单眼皮或双眼皮，这是不是一个随机实验？对吧？成功的几率是多少？四分之三。失败的几率四分之一。这是一个什么试验啊？有一种试验就是它的结果只有分成成功跟失败，这叫伯努利实验，对不对？哎，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对吧？好，这可以哈，这伯努利实验，他现在说。他要生三个小孩，所以请问他做了几次独立的伯努利实验？三次嘛，就好像投篮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没有投进的一个问题嘛？来，第一个问题，三个小孩都是什么双眼皮的几率？来，第一题，三个小孩都是双眼皮。哎，我觉得应该可以直接写答案啊。来，三个小孩都双眼皮，哎，是双眼皮吗？好，三个小孩都双眼皮，那就是四分之三怎么样？的三次方嘛，就四分之三乘四分之三，再乘四分之三，
好，我们就直接写答案了，这很简单。答案是64分之多少？27。哎，这是一个伯努利实验，可以哈，这很简单嘛，哦。啊，我们做三次伯努利实验啊。哎，如果用数学语言来写的话，你觉得这个应该怎么写？有一个随机变数 x， 来，这个小蝌蚪怎么念呢？啊，我没有教过吗？这个小蝌蚪怎么念？服从。这边做服从，这个随机变数服从，来这边写一个 b， 这叫什么分配？二项分配。我做了几次独立的伯努利实验呢？做了三次，每一次成功的几率是多少？3/4。懂不懂？这个就是数学符号它的威力嘛，就是简简单单一个符号，它其实就告诉你很多事情。我再讲一次哦，我这边都教很慢哦，希望同学你有听懂哦，不是说啊，就反正高三下就这样子过去哈。来，随机变数 x， 它是执行三次独立的 Bernoulli trial， 独立的伯努利实验。我投篮投三次，小孩生三个，你懂他感觉吗？那3/4代表成功，哎，伸出来检查一下他的眼皮啊，这个双眼皮啊，成功了，赞。啊，再来这单眼皮失败了 ，Oh no！ 哎呦，我开玩笑的哈，就反正有一种情况叫成功，有一种情况叫失败，对吧？啊，不是成功就失败。啊，生三个小孩彼此之间是独立的啊，我这个是什么皮，跟下一个是什么皮，应该是没有关系吧？对吧？你懂这个意思吗 ？OK， 好，哎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这个东西就是 probability。x 等于多少 ？x 等于3啊，对不对？成功的次数是3次嘛？对，这个 x 指的是成功的次数哦。哦，哎，我觉得我可以再讲一下，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懂啊。可以，生下来的小朋友，哦，是单眼皮的那个，不是单眼皮，我讲错，是双眼皮的数量，对不对？哦，双眼皮的数量就成功的次数嘛，哦，生三个小朋友，对不对？懂吗？懂吗？教这么慢。好，哎，闭嘴，闭嘴。来，第二小题，他问什么呢？下有两个小朋友是双眼皮，所以这三次里面成功几次？2次啊，三个小朋友，对不对？有两个双眼皮嘛，这样是不是代表三次的伯努利实验我成功2次？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算的是 probability。来，请问 x 等于多少？ x 代表成功的次数，我成功几次呢？2次啊，我生出来的三个小朋友有两个是双眼皮啊，但成功2次，失败1次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到底是哪2次成功呢？来告诉我，前面要写什么？7 3 2，我生了3次嘛，到底是哪2次生出双眼皮的小朋友？你要把它选出来啊，可能是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或者第一次、第三次嘛，是不是有3种情况嘛？对不对？那双眼皮的话，几率是多少？3/4。还有两个是双眼皮哦，那这边就是3/4的几次方？平方。平方。哎，高中数学就这么朴实无华，要好好学哦。然后再乘上1/4的几次方？1次方，对不对？对嘛，两个双眼皮，一个单眼皮嘛。它这个 C3/2 其实是在考虑它所有的可能性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它有几种排列的情况。好，那这边算出来正确答案马上就出来了。哎，4/3是多少？64。这里是三，这是3/3993，哎，这题答案也是27哦，64/27。哎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，就是这样子。好。你这些小鬼到底懂不懂啊？懂啊，懂啊，懂啊。
接着要讲今天的重头戏哦。来，今天的重头戏是什么东西呢？二项分布的性质，请所有的同学翻到课本第28页，这地方很重要哦，翻到28页。可以可以，这里我要给他几个赞呢？我要给他十个赞，这很重要哦。这边你要仔细听哦，因为等一下会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这高中老师的责任要把它做好哈。这是一个随机变数，来，随机变数 x， 来告诉我这怎么念啊？这怎么念？再一次。服从，来写一个 b， 这个代表二项分配 ，n 代表实验的次数，然后后面这个 p 代表成功的什么几率，这样懂不懂？这个 n 跟 p 称为叫参数，写出这个东西，人家就知道你做了 n 次独立的伯努利实验，投了 n 颗球，我每次都用投球当做例子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要讲生小孩，生小孩有点辛苦啊。哦，我们讲投球好不好？投进的几率叫做 p。投了 n 球 ，x 代表投进的球数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把它写清楚好了。成功的次数嘛，成功就是投球就是有进篮筐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投进的次数。如果用投球来比喻的话，这叫投进的次数，哦，或者说成功的次数。那这个 n 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投 n 球啊。我总共投了 n 球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站在罚球线上投了 n 球嘛。好，然后呢？请问你这个 p 代表什么？投进的几率嘛，对不对？成功的几率。我写投进好了。你懂这整个概念吗？哦，这是投进的次数，就是成功的次数啊。这个成功的次数，请问你哦，这个 x 它取的值可以从哪里到哪里？ x 取的值最小最小是多少？零啊？什么叫零？马罗一颗都没投进啊，全部都是面包球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可能投进一颗？有，可能投进两颗，零点点。啊，最厉害的情况，比如说你是 Curry 对不对？哎 ，n 颗都投进，对不对？也是有可能的啊。哦，这今天特别准，对不对 ？n 颗都投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讲一件事情哦。这个随机变数，我们要教同学来算它的期望值、变异数跟标准差。期望值，来，我告诉你叫做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把这两个参数乘起来，叫做 NP。这个东西有没有直觉？有直觉，怎么个直觉法？我简单的来跟你解释一下。哎，看我这边哦。你想想看哦，如果你今天投四球，你今天投四球，然后呢，你投进的几率是多少？二分之一。你还没有投之前，你预期一下，你应该会投进几球？你感觉你会投进几球？欸，你的投篮命中率是二分之一哦，然后你打算投四球，你觉得平均来讲你会投进几球？应该是两球啊，就是这个四乘二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应该就是两球啊。你会觉得那个是一个长期平均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会投进四球，运气好，但是这个几率其实不是很高，是二分之一的四次方，其实只有16分之一而已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你一球都没投进，但是长期下来，如果你每次都投四球，长期下来，你会发现平均你每玩一次这个游戏，每一次都投四球，长期下来你会发现，哎，我平均每次其实是投进两球，这个在生活上有直观哦。Expectation of x 叫 NP， 来 ，variance of x， 来，你知道它的变异数是谁吗？叫做 n 乘什么 ？n 乘 p 再乘上。一减 p，
最后来讲它的标准差。同学知道标准差是变异数再开什么号？根号，所以它是根号的 n 乘上 t 再乘上什么？一减 t。好，我带同学把课本的文字叙述简单的看一下哦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课本，好，这课本写得非常清楚。好，高中生这里28页，二项分布的期望值、变异数与标准差。来仔细看哦，课本写得非常好。重复操作一个成功几率是 p 的伯努利实验 n 次，每一次的试验结果都是独立的，画起来。它强调每一次都必须是独立。我这一球有没有投进，跟前面跟后面都没有关系。我每一次投球都是独立的。哦，当然你说实际状况可能说，哦，投到第100球的时候，我已经很累了，对不对？我命中率可能会下降。但是它这里是一种理想状态。不管你第几次投球，哦，你的那个情况都是独立的，都不会受到前面的影响。随机变数 S 表示试验成功的次数，哎，就是我投进了几颗球，哦，投进的次数。下面的性质成立，来，第一个期望值就是 NP， 把这两个参数乘起来，画起来哈，哦。变异数就是 N 乘 P 乘一减 P， 标准差就是把它开根号。我跟你说哦。等级比较低的高中生，就是把这三个结果背下来，然后不去理解为什么，就都背起来就对了。可是你到大学，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，因为你要去证明它。对对吧？哦，这等级比较低的，等级稍微高一点的高中生，要去证明这件事情。可是我们课本呢，把它的证明放在附录哦。我这一次给你看哦，来，那个同学你看这边，这个证明你要写上去。这里有三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猜我要证哪一个？我证第一个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我证第一个就好。这个证明，请你写在课本上，写上去哦。哦，我带你把整个流程跑一次哦。希望你听得懂啊，哈。哎，这个证明，我可是有讲哦。好。来，那我们看这边哦，期望值 expectation of x。来，你告诉我期望值怎么算？把这个随机变数它所取的值啊，乘上对应的几率，然后全部怎么样？加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有全部加起来，前面我们就用一个很神奇的数学符号叫什么？叫做 sigma。它取的值如果叫做 k。请问 k 会从哪里到哪里？你说。k 会从哪里到哪里？我们后面要乘上对应的几率哦 ，probability 这个随机变数，它的取值是谁啊？取值叫做 k， 对不对？这个 k 代表什么呢？哎，我投进的次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从最极端的情况来看，你最极端的情况，你的 k 是谁？零啊，妈，我一颗球都没投进啊！对，一颗球都没投进，那，啊，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对应的几率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最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怎么样？对 ，n 嘛，我 n 颗球都进啊，对不对？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这个符号，一年级只能把它全部写出来，然后点点点点点，写得好长好痛苦啊！可是有这个嘛，这太简单了。那你说老师，那接下来你有办法从这个地方最后推到这个地方？哎呦，我偷偷告诉你哦，你相不相信？现在全金门可能，我猜不到20个人会推这个东西。哎，你相不相信？全金门哦，不到20个人，为什么？我们把高中数学老师，我们假设高中数学老师会推，这样应该大概有。大概有十个人左右，对不对？大学教授，如果我是念理工的，应该有机会可以推出来哦。哦，我猜大概20个人可以吧？哦，大学生应该都不太行，我猜。哎，请看这边，好了，我开玩笑。哎，其实也不是开玩笑，这个会推的其实不算很多啊。哎，我问你哦 ，k 等于零，带进去的话，零乘上这坨东西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 k 等于零？这个零可以不要理它。你可以等于零，零乘上它不是零吗？
所以我这个地方我可以重新改写 Figma 可以从哪里开始？可以从一开始嘛？啊，反正那个从零开始跟从一开始结果不是一样吗？我零带进去，后面这头不是零吗？所以这边就是 K 在乘上。好，来同学你看哦，成功次数是 K 一次，来我们这边就写 C 怎么样 ？N 取 K 啊 ，N 次里面不是要成功 K 次吗？那 K 次成功写出来哦 ，CN 取 K 再乘上什么 ？P 的几次方 ？K 次方。再乘上一减 p 的什么 ？n 减 k 次方，这样写有没有问题？哎，我每个细节写给你看哦，挑战一下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这个东西我再继续写哦，哦，仔细看哦，这不太容易啊。哦 ，sigma k 从一到 n， 这个是 k。乘上 CN 取 K 是什么东西？你说如果用阶乘写出来 ，CN 取 K 要怎么写？啊，上面是几阶 ？N 阶，啊，下面呢 ？K 阶，然后再乘上什么 ？N 减 K。对 ，N 减 K 的这么多阶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是 P 的 K 次方，再乘上一减 P。的 n 减 k 次方，其实我猜有些学生哦，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放弃了，因为他会觉得哇，这个符号的操作我完全不行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没办法，你跟他可能没有缘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哎，那我们看一下哦，接下来你会做什么事情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 k 跟这个 k 阶可不可以消？哎，你说、啊、可不可以消？可以。所谓的 k 阶是什么意思？一乘到 k， 对不对？啊 ，k 跟 k 阶如果约掉的话，这边下面会剩什么？啊，这 k 阶代表一乘到 k 啊，啊，这个 k 跟这个 k 消掉，代表下面变成一乘到哪里 ？k 减 k 减一，一乘到 k 减一，我们的写法叫做 k 什么 ？k 减一的什么阶乘，这样写可以接受吗？对不对？这样写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技巧的时间哦，来看这边哦，这里是不是一乘到 n？ 我们把 n 提出来，你说 n 为什么可以提出来 ？n 跟这个 k 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这个 k 在变的时候不影响你的 n，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提一个 n 出来。那当然，你说老师为什么要把 n 提出来？哎，这个是它结构上的一个技巧。然后这里呢？有 p 的 k 次方，我们也提一个 p 出来，这可以提出来哦。好，提出来的话 ，k 从一到 n， 来这里是什么东西呢？这里会变这样哦。哎，仔细看哦。哇哦，这我慢慢写哦，因为这个一定要乱过一次哦，不能随便叫你背起来就好。n 阶你把 n 提出来，这边变几阶？n 减一阶，然后下面这边是 k 减一阶，后面这里是什么 ？n 减 k 阶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你提出一个 p， 所以这边会变成 p 的几次方 ，k 减一次方乘上一减 p 的 n 减 k 次方。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东西？你会想说，干，你在写三小，我已经不知道你在写什么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先写到这边，可不可以？我们写错，没有写错，对不对？没有写错的话，来，那你再看哦。哎，这有点难哦。这说这个很简单，应该是好小的。来 ，n p 再乘上 sigma k 从一到 n， 我现在用。粉红色的荧光笔帮你把这个家伙框起来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家伙是谁 ？n 减一阶除以 k 减一阶，再乘上 n 减 k 阶，就分子分母长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有一种写法，它叫做 c 什么取什么。你说 c 什么 ？c n 减一取 k 减取什么 ？k 减一 k
减一，哎呀，你好聪明啊，它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上面是 n 减一阶啊，啊，下面不是 k 减一阶吗？啊 ，n 减一减掉 k 减一，这个减一减一消掉，是变 n 减 k 阶哦，所以哦，如果你看得出来，这已经接近很后面了。来这边 c 什么 ？n 减一，然后这里是 k 减一，这里是 p 的几次方 ，p 的 k 减一次方，乘上一减 p 的什么 ？n 减 k 次方。通常写到这边哦，同学还是觉得我靠，这老师我不行了。我再写慢一点，慢慢看能不能让你听到。NP， 我现在勇敢的把它打开，因为我如果直接写结论，有人不知道说为什么我可以直接跳到结论。来 ，K 等于一带进去，你告诉我这边是谁，你讲话就好。K 等于一带进去，这边是 C 什么取什么 ？C n 减一取多少？零 ，P 的几次方？K 等于一带进去哦 ，p 的几次方 ？p 的零次方，乘上一减 p 的几次方呢 ？K 等于一带进去哦，几次方 ？n 减一次方，哎，对不对？它的第一项就长这样嘛。啊，我再多写一项，来，第二项是谁 ？c 什么 ？n 减一取什么？哎，这时候我 k 带多少 ？k 是不是带二？对吧 ？k 带二，所以这边是 c n 减一取多少？一，乘上 p 的几次方？一次方。再来，这边是一减 p 的几次方 ？n 减二次方。好了，写到第二项就好，点点点，加到你的 k 从啊 k 带 n，k 带 n 这边会变成 c 什么 ？n 减一再取什么 ？n 减一。然后这里是 p 的几次方呢 ？n 减一次方，再乘上一减 p 的几次方，零次方。你帮我看一下，我只是把它打开，我们写错 ，p 等于一带进去，一带进去嘛，是这样对不对？好，二带进去是这样 ，n 带进去是这样，这样可以哦。好。然后现在同学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？哎，真这个东西要花掉很多时间哦。这个东西是谁？你说，哎，你想想看。其实很多老师在教这个部分的时候啊，他不会去讲这个证明，他有时候直接跟学员说啊，课本不正，我们就背起来吧，会用就好了。哎呦，我觉得这样有点危险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哦。这个后面这一坨是谁？你说，你说啊，你看着他，仔细想想看，他是谁？他是什么东西的几次方 ？n 减一次方，谁的 n 减一次方？哎，你看一下，他次方这个加起来是不是都 n 减一？然后这里是 p 再加什么？一减 p 的几次方？的 n 减一次方啊，你看得出来吗？这是二项展开式啊，对，第一项嘛 ，c n 减一取零嘛 ，p 的零次方，一减 p 的 n 减一次方。第二项 c n 减一取一嘛，啊就有一个 p 嘛，啊一减 p 就会有 n 减二个嘛，一直到点点点 ，c n 减一取 n 减一，啊 p 的零次，这边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这边就是你看成好像是成功 n 次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成功。n 减一次，好，来 ，p 的 n 减一次方，然后一减 p 的零次方，你知道这是二项式定理的结构吗？哎，你看一下我这样写，我写错，就是后面这一坨东西，它事实上可以合并写成这个形态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因为我很久没写这东西了，你有没有写错？我再仔细研究一下，零一一直到 n 减。哎，没有错哦，这看起来是 OK 的。好，那现在请同学看这边，这个 p 跟这个减 p 是不是一加一减就没有？所以它最后答案就是多少？就是 np 啊，对不对？你说老师这好难哦，我一定要学吗？你不一定要学，有缘分你就把它学起来。
你有能力就学。那你说老师没有能力，但是我也不想直接用背的背那个结果，说哦把 N 跟 P 乘起来，有另外一个替代的方式，是什么替代的方式呢？我再讲一下哦，因为这堂课就是要讲这个东西。做题目是其次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做题目只是让情境包装一下，那种题目做100题，你数学也不会进步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做100题那种情境题，哦，我知道它是什么二项分布，啊求期望值，啊就 NP 乘起来。那种题目你做100题，你数学会进步到什么程度？那是骗人的啊！你会证，哎，你会证这个东西程度真的是不错。另外一个替代的讲法，这个念大学人家也会这样讲。来，比如说我这边定义一个随机变数叫 S1， 这个 S1 是什么呢？第一次伯努利实验，啊，你把它写上去哦。伯努利实验，成功的次数，如果用数学语言来写，第一次伯努利实验来，它会满足二项分布，这个二项分布我只做，哎，我只做几次实验，我只做一次啊，啊，它成功的几率是多少？几率是 P 嘛，对吧？我只做一次啊，啊，一般来讲是做 N 次嘛，我只做一次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只做一次的期望值是多少 ？Expectation S1， 哎，只做一次的期望值其实很容易算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看嘛，我现在画那个几率分布表给你看，只做一次，请问你出来的结果，你的那个 x 跑出来的数字 ，s1 跑出来的数字有几种？两种啊，你可能成功零次啊，可能成功一次啊，对不对？我只有同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对不对？我生一个孩子啊，他可能是单眼皮或双眼皮啊，单眼皮叫成功，双眼皮叫成功，单眼皮叫失败嘛，所以我的情况出来不是零就是一嘛，对不对？那成功的几率是多少？成功的几率是 P 啊，失败的几率是多少？一减 P 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做一次简单的伯努利实验，这个期望值太容易算了，这期望值怎么算？零乘上什么？零乘一减 P， 再加上一乘上多少？一乘上 P， 哇！所以我做一次伯努利实验，它的期望值是什么？期望值是 P 哦。好，那我现在打算做几次呢？你猜？哎，二项分布就是做几次独立的伯努利实验？做 N 次啊。那你猜嘛？我玩这个游戏玩一次，期望值是 P。那我玩 N 次，你觉得我期望值是多少？当然是 NP 啊。如果我玩一次可以赚十块钱，期望可以赚十块钱。我玩十次，你觉得我期望可以赚多少钱？100块嘛，就乘十倍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哎，懂不懂我在讲什么？我这边把它写清楚哦。如果有一个新的随机变数叫做 y， 这个 y 是 s1 加 s2 加点点点加到 sn， 你知道 s1 s2 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S1 代表第一次伯努利实验成功的次数，不是成功一次就是零次。S2 代表第二次的伯努利实验成功的次数，一样不是零次就是一次。SN 代表第 N 次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把这 N 的随机变数加起来，会得到一个新的随机变数叫做 Y。这个 Y 会服从什么分配？二项分配。他做了 N 次独立的伯努利实验，就是他。数学上可以证明这个东西就是它，而它的期望值 expectation of y， 哎，仔细听哦，这个叫期望值的什么性，你知道吗？等于 expectation 的 s1 加 s2 加点点点加到 sn， 这个是替代的讲法。这叫期望值的可加性，数学上可以证明，它可以写成 expectation 的 s1 加 expectation 的 s2， 再加点点点加到 expectation 的 sn，
如果你要这样写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就是你这 n 个随机变数要什么关系？要独立啊！你这 n 次必须是独立的伯姆利实验。好，那现在同学，请你看我这边哦。Expectation S1 是多少？是 p 啊。Expectation S2 是谁 ？p 啊。Expectation Sn 是谁 ？p 啊。啊，有几个 p？n 个 p 啊，加起来就是多少 ？np。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？这个是替代的讲法，它中间有跳过一些重要的数学理论，不过这样讲基本上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高中生可以这样理解，玩这个游戏一次，不是成功就失败，它的期望值叫做 P， 对吧？比如说你玩一次预期可以得五块，啊，玩十次你预期可以得几块？当然是五十块啊，就乘十倍嘛，对不对？而但是你每一次玩这个游戏必须都是独立的，独立这个条件非常重要，这样有听懂吗？你们到底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？好了，你看这个期望值我证明那么久，变异数哦，这个变异数要证明更麻烦，好，这个将来你有机会去证证看，标准差也是一样，非常麻烦。好，标准差就变异数开根号就好了。哎，建奎帮我拍这边。哇，哎，这个证明我有证哦。哎，下面这个变异数这个比较麻烦哦，你就将来自己看着办哦，或者你有空去看我以前的影片，我真的有挑战去证过这个东西，不过我猜应该没什么人听得懂，哦，我感觉，好，我们下来讲一个东西好不好？哎，你帮我发，谢谢，要课本的题目，我们上课明天上课再来讲就好。我们把这一题讲一讲。啊，好。好，看到这个我就一肚子气。哎，你一会儿帮我拍这边哦。嗯，好。帅。没到了要吗？哦，发，发了，发了，没关系啊。有没有到东发？我有。你们到东发？我要应全班的份啊，发就发嘛，有什么关系？然后记得一张给我。现在教的东西啊，跟你们今年考的学测的一个问题是密切相关哦。填充第一题，哎，你们这一题有没有答对呢？其实有些同学有答对哦，但是他那个答对，我相信答对的同学肯定基本上绝对是按照直觉去做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题目，哎，大家一起看哦。这个题目之所以被很多老师批评，是因为它里面用到的一些数学概念其实不是高一跟高二，它可能有些学校到高三才教，那有些版本的书它可能连提都没有什么特别去提。你看像我们课本一直到现在才讲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学测并不是并没有考这范围啊，而考这个题目它最后的答案它就说，哦，我们就直觉去做。妈的，你这样子好像有点欺骗人家感情啊，你这题目这样出其实有点问题，知道吗？然后看一下这个问题哦，他题目本身没有错，但是他出这个题目我认为不太恰当。他说有一款线上游戏推出一个十连抽的抽卡机制，所谓的十连抽意思是系统自动做十次的抽卡动作，
如果每次十连抽要用掉1500枚代币，抽中金卡的几率在前九次皆为2%，在第十次为10%。我问你哦，他那个十连抽啊，他每一抽都是一个什么实验？哇，都是一个伯努利实验啊！他抽中金卡的几率叫做成功，就是0.02，对不对？是不是2%？成功的几率是2%，失败的几率是几%？98%啊！但是他第十次他的那个几率提高了，对不对？他说哦，今天有个小朋友，他身上代币有23000枚，他让系统帮他抽，一直不断做十连抽，抽到不能再抽为止。那请问这个小朋友抽到金卡张数的期望值？我先问你啊，他身上有几个代币？23000嘛。他每次十连抽会用掉几个代币？1500。好，那我想这个题目你应该第一件事情就是，每次用掉1500哦，那他到底最多可以就是把钱都用到紧绷啦，对不对？他最多可以抽几次十连抽？15次嘛。为什么是15次？因为这个1500乘15是多少？对吧？他还有500枚代币，最后没有办法用十连抽，因为是500枚不够嘛。哦，你每次十连抽要1500枚代币才可以。好，所以他可以做几次十连抽啊？他可以做15次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十连抽，来第一抽，我们来看哦，这叫 S1。如果用数学语言来写是这样，一，然后它几率是多少？成功的几率是2%，对不对？来，请问你它的期望值是多少？期望值啊，这两个相乘是多少？0.多少？02啊，对不对 ？Expectation S1 嘛，它其实是在做伯努利实验嘛。系统帮你抽第一张的时候，那个十连抽啊，抽第一张的时候，如果我慢慢写哦，来，请看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题目它这样出，我真的觉得有点不行了。那今年这个学测考出来，应该是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坏了，坏透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抽中金卡？可能没有抽中金卡，金卡0张，抽中金卡1张，这个叫成功。成功的几率是多少？0.多少？2%，0.02啊，没有抽中是0.多少？98。所以你期望值算出来是不是他乘以他加他乘以他就0.02嘛？对，十连抽啊，他第一抽帮你抽中几张金卡，预期期望值0.02张啊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你哦，来这个点对不对？但是他第十抽比较特别，来，请问你 X10。他这个期望值不是0.02，他第十抽期望值是多少？你第十抽的时候啊，你的抽中那个金卡的几率是不是提高？来，你这时候抽中金卡的几率是多少？变成0.1哦，变成10%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代表说，我第十抽这个几率是多少啊？不是几率啊，期望值是多少？0.1啊。那你就用到期望值的可加性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这边就用到期望值的可加性，所以他每帮你做一次十连抽，你预期你可以拿到几张金卡？当然就是0.02乘以几倍？9啊，他不是帮你抽了9张吗？啊，最后一张是多少？0.1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吧？啊，这个大考官跟你说，这直观哦，这个其实我抱持怀疑的态度哦。你所有东西都可以这样想啊，这数学虽然有直观，但是我不知道你考试这样出到底有没有问题啊。来，0.02乘以9是多少？0.多少？0.18，再加0.1，所以这是0.多少？0.28。他花掉你1500枚代币，预期可以帮你抽中0.28张金卡，这是长期下来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身上的代币全部就用掉啊，
你总共做了几次十连抽？15次啊，所以你预期你会得到几张金卡？当然就是把0.28再乘多少？再乘15啊，对不对？玩一次的期望值嘛，是这么多。那、啊、玩15次的期望值是不是要乘15倍？你真的可以这样讲吗？其实我说过这是怀疑哦。你这样出，其实我觉得有点踩线。其实不是踩线啊，这根本不能这样出啊。这我们到高三小才学到的。哎，0.28乘15，这个答案是多少？哎，算一下。然后这个是4.2，哇！所以这一题答案要写什么？本题答案就是4.2啊。你评价一下，他填充第一题出这种题目，这老师坏不坏？都坏死了！你这样出，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太 OK 啊。你可以出简单一点的嘛，出这个题目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好，谢谢各位同学，今天应酬，今天先这样。您进去了。